叫我瑞尼姆，我是爱尔兰过来的，在爱尔兰读书，然后现在是来的曼城青年团的。国际佛光会曼城青年团展开干部培训，共有12位青年参与本次的培训计划。青年团透过丰富多元的培训内容，除了自我提升挑战，也培养团队默契能力，展现佛光精神。就是看大家实力，哪一个组别可以把时间最高。由佛光青年团干部安排课程，并以丰富的桌游、游戏来导入佛法。学员们都聚精会神的聆听学习，并参与讨论，也轮流上台分享。然后希望在当地的青年呢，也能够不忘初心，就像大师说的，菩萨心青年力，也出自己的一份力。干部培训营不仅学会理论知识，更培养青年团的实际执行能力，启发佛光青年们的潜力，为未来在人际与职场经营管理能力奠定基础。云水自在，祥和欢喜。人间卫视英国曼城综合报道。